今天是6月4号，星期六。这里是多伦多的植物园，多伦多植物园有卖花打折清仓。好像他2周前这里卖过植物，有 plant sale。今天可能是把当时没有买完的植物全都清理掉。有2架子是多年生植物，多年生的小花，有一架子是芍药，包括伊藤、牡丹。伊藤牡丹是没有任何折扣的，是原价；芍药也是原价。多少钱？还有什么品种？Coral Charm，多少钱？32块钱，2加仑的盆子。这是 Julia Rose，一看它的花色就知道是伊藤，专门写的伊藤。多少钱呢？伊藤都是80块钱。更多品种的芍药，有些正在开花，这花比较小啊，因为是盆栽的，如果地栽的话，花的直径会大一倍至少。这个叫 flame，专门写的 single 啊，单瓣的花，抗倒伏。这是重瓣的品种，多年生的小花都是60% off 哈，四折，是叫四折吗？看它的折扣还要看原价，对不对？这个原价，以这个为例，15块钱，有不同的小花、小草，还有小菜，herb，不认识。Veronica 是这一类的花，有很多很多花园植物，但是它有特性，就是串根儿，串根儿串的并不是跟品种有关哈。有一种，你看它这底下从根部开始发芽，这倒问题不大，它会长得越来越紧密。它要是串根长出一个根来，长出很长再发，那就比较危险了。还有鼠尾草、薄荷、小菊花，价钱不是第一位哈。如果你要在这儿买花的话，算是给多伦多植物园做贡献了。而且说实在的，这开着花呢，不错，deal。这也是一个著名品种，Bowl of Beauty。对不起，看错了，开花的是这一盆。开始我们说过，Flame，颜色没这么红哈，应该刚开出来是红色，慢慢变成粉色。好啦，卖的花就说这么多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